书儿女情长，忠义两全。敬请收看《名家书城》。上回接说着一段《隋唐演义》，上回书说到秦琼长安城上寿礼遇见牲寇了，将然要动手，王伯党谢英登一时赶到，把这个事儿给化解了。秦琼要问问此处是什么所在，什么山，这两位弟兄带着这些喽啰兵，这都姓什么叫什么呀？王伯党谢英登说：“咱别这儿聊了。”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山上交谈。秦琼呢，可就把四位战堂官连十个当兵的都喊过来了，也就是片刻寒暄吧。大伙儿挑着这东西，众多的喽啰兵保着拥拥簇簇，可就来到了高山之上。秦琼捋顺山道往山里这么一走啊，一瞧，好，感情山里边别有一番风景。依山而建，高高矮矮、错落不一的房子，这房子呀，也有木头的，也有石头的，反正呢，没有什么砖瓦房，大半呢就是土坯房，把那土啊拿泥和了，哎，和完之后，就是王其垒晾干了，那就是土墙。那个把那树啊硬山搁俩土墙当上。搁上树，在上边铺石板，那房屋很简陋了，山居呀、啊、也就这样。但是呢，房屋不少，他好几百人呢。而且再一瞧山里边啊，自耕自种，出产可不少。依山而建呢，开的田，哎，自上而下有天然的泉水引到田地里边可以灌溉，种着很多的果木。啊，天然的，也有后天的人工种植的，什么果树都有，按着季节下来呢，完全够山里边人吃的。还有菜田，山里边呢也养活牛啊、羊啊、鸡呀、啊、鸭呀、啊，这都有。就是这么一伙人在山里边居住。说下山不下山？下山呐。下山干嘛去呀？主要就是买酒跟盐，这个山里边没有。剩下呢，山里的出产还要拿出去换钱。当然了，占山要老老实实的种地，啊，收粮，那就不叫山大王了。该抢啊，还抢人，要不这几百人怎么活着呀？秦琼一瞧，天然的屏障，山势险峻，此处啊。倒是易守难攻，道路之上可就问明白了，两位山大王使大锤的那个呀叫齐彪齐不远，使大枪的那个叫李豹李如圭。此处这座山呢就叫拔岔山，这山的名字呀是名副其实，这山呢拔岔子，四通八达，由这山呢，山前山后，山左山右，东南西北，哪条山路啊都能下山，下山呢还哪儿都能去。你要往北走，你不用说出一个山口再往北绕，不用，直接顺北山你就能出去。所以这座山呢叫拔岔子山。呵，这还是个未当要冲的这么一个地方，你们哥俩这个履历可真了不得呀。你们这兵刃都出了号了。齐彪一听啊，嘿嘿嘿，二哥，你要说到这儿啊，不好意思，您刚才一过来一比划呀，我就快露馅了。我那锤呀、啊、不是实咒的，是空的。哦，空的，什么木头的，里边是空台的，
拿木头炫这么一锤，好家伙，那么憨的木头，我得下多大功夫把里边这芯掏出来，炫一空壳，安上木头棒，那也得百十斤吧，也得，我也抡不动，不是木头的，什么的，木板的，拼的，木板的拼那么大一锤也得十来斤吧，我也抡不动。你这么大个子连十来斤都抡不动，那你那什么的，我那是纸的，纸糊的，纸糊的，纸糊的，我怎么瞧着刷刷直放光，像铁的呀？跟您说，这不是吹嘘，劲儿没有，手艺可有。跟您说，咱们呀，祖祖辈辈过岛里边打把式，门里出身，咱们就是干这个的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齐彪说啊，咱们也到了，咱别这儿说了，咱误了。沏上水，咱们喝，喝着茶，咱们聊。这就传令下去，让喽啰兵啊，杀牛宰羊，开酒，款待秦二爷。山上来了稀客了。王八党谢英登也乐，二哥，他这真是纸糊的。跟您说，他们俩呀，别的不成，干这个。头钩，俩人这东西您看唬人吧，像不像铁的？太像了。他那枪是什么的？他那枪啊是沙高的，跟您说没分量，几岁的小孩扛起来就走。呵，哎呀，秦琼一瞧，白长这么大个子，你们俩人有把式没有？有，也二五眼的把式。这一聊天儿才知道，感情这二位啊，祖上就干这个的。齐彪跟李豹俩人祖上干嘛的呀？搭棚胡彩的棚匠，扎彩子，拿这个纸啊糊棚，就干这个的，手艺可真好。别瞧俩人个儿大，看着呀，哎，浑浊猛愣的，可有一节。外拙内秀，俩人那手指头扑棱棱啊，跟小棒槌似的，是心灵手巧，那活儿特别细致。俩人呢，兵荒马乱的混不下去了，哎，占山了。人以为个子大呀，有多大力气似的呢？还真有不少人呐，归附于他们俩人。俩人带着喽啰兵下山行抢，没真能耐呀，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？想个馊主意，拿兵刃吓唬人家。先开始胡那锤呀、啊、还不那么大个儿，小个儿的，真有不害怕敢过来动手的。齐彪呢好悬没吃了亏，一琢磨，我还得胡大个儿的。这锤呀、啊、越胡越大，越胡越大，最后胡这么大个儿。可你甭说离远了，骑着马上瞧，你就离近了，这锤你不拿手动，单摆扶哥往你眼头里一搁，你怎么瞧怎么像铁的。里头那熟悉杆的架子撑好了这球，外头呢拿纸糊，您可听明白了，那纸多脆呀、啊、哎，要不怎么叫手艺呢？他那纸是硬纸，不是棉纸，一层一层糊，刷上油还不怕水，晾干了再糊，就这样左一层右一层上漆，上的那黑漆，有的地方做做旧，来点铁锈，喝这东西跟真的一样。那个呢，拿砂膏，拿黑漆把它油了，漆得了油好了，这么一瞧啊，就跟一个铁杆的大枪一样。敢再下山行抢的时候省事了，一辆家伙呀，你甭管有多大能耐，人是望影而逃，谁敢动手啊？哎，俩人得甜头了。可是呢，齐彪有所改良，他没事老研究他这对锤，他就琢磨，哪天万一要真碰上一愣的，
跟我动手，我这对锤呀、没唬住他，真跟我动上手我怎么办？他甭管拿着什么，我这锤跟他一碰上，噗，准漏。这锤一漏我就算完了，人家追上我就能要我命，我得融出功夫跑啊。他研究出这么两招来，头一招啊，这锤跟人碰上，噗一漏，这锤跟着往他脑袋上就去，整个把人就先给套上。我先让你看不见道再说，等你把这锤呀、都扒拉开喽，我也跑远了。这是第一步。还不放心，他在这锤里边加暗器了，他手艺还真高。这锤里边啊，他撒上胡椒面辣椒粉，他胡锤的时候把这干辣椒面干胡椒面就全都撒在里头。他这锤倒不错，不动是不动，一动啊跟沙锤似的，里边哗楞哗楞之响，唰唰唰唰唰唰，都这声的，他还真不少放。这个边这大锤里边小起码也得有二两胡椒面，这边这锤里边得有二两辣椒面。这回这锤不怕漏了，谁跟我动手，啪一锤，你要真敢接我这锤，扑这么一立，里边这胡椒面辣椒面往外这么一抖楞，搁谁也得迷眼，我好跑。就这主意，最后他这俩锤糊的这个精心呢，里边啊就带了这个埋伏，搁了暗器了。大家伙这喝水，大碗喝茶聊天，一说这锤，一说这枪，秦琼乐了，怎么？秦琼之后怕，亏了我这剪呢没往这锤上捅。王伯党啊是来得及时，王伯党要晚来一会儿啊，噗，这剪跟这锤捅上了，弄我一脑袋辣椒面，我还得找地儿洗脸去，非把我眼呛了不行。这七个远真可恶。俩人把话说明白了，逗得大伙儿这哈哈大笑。你们哥俩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嗨，我们呐每年跟您说，在这条道上都得做买卖。这话是行话，秦琼可就听明白了，就是每年在这条道上啊得犯抢。为什么单这会儿在这条道上做买卖呢？您瞧，每年正月十五啊，这杨素都过生日，这老贼借着过生日啊，是大敛特敛，大贪特贪。在京的官甭说，就是外任官够品级的，哪一个礼也不敢不到，各处送礼的甭管打哪儿来，最后都得进潼关，要不他到不了长安城。那么我们在潼关外头拔岔子山这儿等着，这是个八路的要冲之地。跟您说，各路进长安城越王府上寿礼的必经之地，我们在这是守株待兔。要送礼的这个主品级低呀，我们还真瞧不上，怎么着也得像济南帅唐弼这样的爵位，他的送的东西一定错不了。别看就五条东西，这五条东西都是干货，全是金珠赏玩玉器值钱的宝贝。那么大的唐弼济南帅统带十万大兵送杨素，送五条什么呀？山东老火烧、德州扒鸡，送点山东的大枣、烙岭小枣、烟台苹果、莱阳梨，那不成，送都得送好东西，哪样拿出来价值连城。我们专节这样的跟您说，去年前年唐弼往京城送的东西啊，我知道他跟我说的全是结了结了，就是我们结的，所以您从那儿一出来，我们的人就跟上了，早就探听清楚了。
可是有一节，我们哥俩没亲自派人，他拔岔山派的人，没闹明白是您保的。要我们哥俩派人，早就问清楚了。要知是二哥您保的呀，不但不抢，早就传下话去了。这一路我谁也不敢动您。秦琼一听说，就是我还纳闷呢。北五路的响马，差不多的都认得我呀。拔岔山这二位英雄啊，还真是未曾谋面。这就算把话都说开了。那没别的呀，这就说不了了。既是二哥您保着，那就甭说了，平平安安的让您过去交差，后边您放心，也没有什么凶险了。秦琼说好啊。这聊着到饭口了，山上是杀牛宰羊，大排宴宴。您别瞧这个碗要喝茶呀，有点杀风景，要喝酒啊可就对路喽。山上还真有好酒，从山底下烧锅买来整坛的酒，那个酒都是高度酒，烈性酒，到山上头把它再加工改造，山上出水果啊，各式样的水果，把这酒这么一泡，泡的果子酒，呵，什么味儿的都有，兑的一块儿那叫鸡尾酒。秦琼啊还真爱喝，又都是豪爽之人，大碗的喝酒，大块的吃肉，大家伙凑的一块儿高谈阔论。什么叫高的桌子，矮的板凳，说的讲的谈的论的，无外乎就是拳脚枪棒，江湖上的传闻。秦琼、秦叔宝跟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啊，还是真高兴。聊来聊去呀，猛然间就听见齐彪、齐国远跟秦琼说：“哎，二哥，贤弟，我问您点事着，你说吧。我可是听说啊，这个越王杨素，他每年不是正月十五灯节过生日吗？啊，对呀。我听说长安城这个灯节最热闹，家家户户都挂灯。到了正月十三，这灯就挂出来了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这五天呐，万家灯火，城内外是一片通明。那个老百姓啊都出来逛灯来，可惜不瞒二哥您说，我净听人说，一回没去过。哎，我跟您商量商量行不行？什么事儿？您这趟进长安城上寿礼，反正我们也结不了您了，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跟您一块儿来一趟行不行啊？您带着我们去行吗？他这话刚说到这儿，秦琼还没来得及答复他呢，旁边李豹说了：“哎呦，特说我头上去了。”我说：“齐国远，你跟我想的一样，我刚要跟二哥张嘴，二哥，哎，哈哈，您喝一碗，喝一碗，把这大碗端起来了，喝喝喝喝喝，我们敬您，带着我们一块儿去吧，咱们上长安城开个眼。”今年呢也不做买卖了，咱们上长安过年去。秦琼一听啊，坏了，怎么我带着山大王逛灯去？您瞧这二位这模样，别看能耐没有，标准的响马相貌，两个人相貌丑陋，面目狰狞，让人一瞧就不是好人。说这人不能以貌取人，哎，哪单位也奉行这条，说人长什么模样，他只要工作能力强无所谓，但是专有一路人还就是以貌取人，瞧你这模样不像好人，先审审你，就这潼关你就进不去，长得就像响马，再有一个一听你们这张嘴说话十分的粗野，那根本就装不像官人。秦琼一听可为了难了，怎么哥俩正在兴头上，又在一块儿喝酒，有那么句话，
喝酒是越喝越厚，耍钱是越耍越薄。您说在一块儿喝着酒呢，人家张了嘴了，在这酒桌上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？再有一个秦琼不是那人呢，秦琼这人为人最仗义，兄弟张嘴了，应当是行了，没得说，走，跟我去。可这话不敢说呀，带着这二位，这不等着惹祸吗？这个话不好意思拦到兴头上，这个二位贤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他不看这二位一掉脸啊，他瞧王伯党谢英灯，那意思你们俩得拦着点。王伯党谢英灯，你们俩还打住，别给二哥添乱了。你们俩到那儿去呀、啊，除了添乱惹祸，好不着。二哥，您甭听他们俩，别带着。秦琼那意思，你呀，赶紧拦。他拿眼一看，王伯党谢英灯啊，王伯党谢英灯也喝了，而且这是响码头啊，他们在江湖上的地位还高于齐国元、李如圭呀、啊。齐国元、李如圭俩人一倡议呀、啊，再瞧秦琼拿眼一瞧，他们俩人，王伯党谢英灯一点头，二哥，您看我们，我们明白。那意思带着我们哥俩一块儿去啊！啊，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个要去就都一块儿去呗。秦琼一瞧，这倒不错。哎呀，他不但不拦着，他跟着一块儿去。这话已经说出来，这怎么办呢？齐彪、李豹一听，对喽，呵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王三哥。谢兄弟一块儿咱们都去。秦琼啊，只做压花的，去，来来喝酒喝酒喝酒。秦琼心里话说，怎么拒绝他们呢？这儿正想主意呢，旁边呀、啊，张转阳和李济、何辉四个战堂官一听，这可不行，二哥这可不能答应，他们是占山的山大王，这身上都有案。长安城比不了他们这地方，您别叫他这地方四通八达、未冲要路，可是有一节，他这地方没人管，这就算天高皇帝远，谁也管不着。到长安城可不一样，三步一个卡，五步一个哨，手明眼快的官人居多。就拿一座潼关来说，戒备森严，到那儿就得犯案。带一个人好带，带四个山大王怎么带呀、啊？张转说：“二哥，我有句话说，兄弟你说，我可不是拦四位大哥的高兴，实在是带不了。”啊！齐彪、李豹一听，怎么着？凭什么带不了？王伯党心疼，哎，干嘛？嚷嚷什么？怎么带不了我们四个人啊？秦琼一瞧，又有下台阶了啊！对呀，兄弟，为什么不能带着他们四个呀？您怎么了？二哥，您怎么绕住了？咱们这回出来有官房啊，那每个人都实名啊。您瞧瞧，过潼关的时候得把这官房拿出来，这是大帅出具的。您一会儿您把那东西拿出来，您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写的是押解官秦琼、秦叔宝，还有我们哥四个名字，下边连这十个当兵名字都有，这不能错。而且上边写着十五个人，咱到那儿挨脑袋一数，十九个了，多出这四位怎么算呢？哎，秦琼一听，呵，对了。秦琼心里话说，有他这句话给我解围了，怎么我就拿这话跟这四位说。哎呦，伯党、英灯、郭远、如归哥四个，二哥我啊糊涂了，我得喝两杯酒啊，喝多了还真带不了。怎么他刚才说的清楚，那官房大印的盖上了，这人名字改不了，上面写着我们五个人名字呢，而且总人数十五个人，五条东西，条里的东西单有一份李丹，一样对一样写的倍儿清楚。
官房那名字上头啊，是我们哥几个名字。到那一数人头，多出四个的19个，我们交代不下去。这个还真不成。王部长谢英登一听，哦，那行，别给您添麻烦了，不成不成吧。他们俩人话音未落，齐彪一听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打住！这什么不成的？那要想去呀，怎么都能去。这，那官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嘿，你们哥四个叫什么来的？四个站堂官都站起来了，张转阳和李继何辉，哦，一共15个人，对不对？算上我们四个要去就19个了，人数就对不上了。咱这么办，还让他15个，人数能对上不就完了吗？您说，10个当兵的挑这5条东西不必动了，二哥必须得去，我们哥四个去，那不还多出4个来？不多呀，你糊涂！我们哥四个去，你们哥四个呀，别去。